中国海警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的实施，旨在落实海警法，规范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的程序，更好维护海上秩序，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。在南海问题上，中方坚持同直接有关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妥处涉海的矛盾分歧，同时对任何海上侵权挑衅的行径予以坚决应对。你刚才还提到了最近发生的这个情况，我想指出的是，6月17日，菲律宾一艘运补船和两艘快艇未经中国政府允许，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、临近海域，企图向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包括建筑材料在内的物资。中国海警依法对菲方的船只采取了必要的管制措施，现场的操作专业克制、合理合法。